正如各位所见，跌下浪板后，我的脚会卡在沙滩，而又因为救生衣，使得我浮在水上，手碰不到地面，失去了行为能力，只能在水中载浮载沉，等着别人来救我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一生还有接触到海的机会，而且还是在冲浪板上冲浪。原以为不可能的事，只要你鼓起勇气，愿意尝试，才知道没有不可能。你问我要怎么冲浪？傻瓜，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Say something。很紧张哦，你有冲过浪吗？受伤后还没。之前有，冲的怎么样？很屌啊！今天脸好白哦。擦防晒啊。白了好像僵尸。娘炮。等一下，你要什么形式下水？刚刚有讲，教练说要背我下水，然后会帮我弄到板子上，然后再帮我推出去，然后会有另外一个人接应，这样。哦 ，OK OK， 然后我可能等一下就是站着，然后在那边冲。教练有背过人下海吗？第一次，我要背女生。好浪漫哦！会走膝盖上，膝盖下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你呢？我也会请你手稍微点。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自己爬上冲浪板，因为在有海浪摇摇晃晃的情况下，我没有办法找出平衡点，将我的双手把自己撑上去。现在有点紧张，要准备冲出去了。正如各位所见，跌下浪板后，我的脚会卡在沙滩，而又因为救生衣，使得我浮在水上，手碰不到地面，失去了行为能力，只能在水中载浮载沉，等着别人来救我。刚刚尝试用趴着的方式冲浪，但因为我背部的力量不够，没有办法把我的身体撑起，最后跌得狗吃屎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掌握到了精髓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这一次教练让我用坐着的方式来冲，感觉比刚刚趴着容易多了。不过还会不会摔进水里呢？管他的，试了就知道。好，心情紧张，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一生还有接触到海的机会。而且还是在冲浪板上冲浪，原以为不可能的事，只要你鼓起勇气，愿意尝试，才知道没有不可能。我叫番薯。你觉得今天蚁人表现如何？我觉得表现得很好。有想要努力完成冲浪这样子。当初接到这个电话，有没有觉得很？我有跟那个制作单位讲说，那个就是你是最重要的那个，就是要你很想才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有动力这样子。会鼓励身障的朋友继续做这些运动。
我觉得就是做什么都 OK， 只是他们要，我很希望就是说，因为冲浪它就是一个挑战的运动嘛，我希望他们那个心，他的内心里面有那个有想要对自己生活挑战的那个动力跟欲望，我蛮喜欢看到这样的。然后这次都是浅滩的，这次都是冲什么白浪浅浅的，然后我就坐的跟狗一样。感觉好像一只狗在下次试一看，如果是踩不到地的状态下，是不是会比较好上或者好冲？